是拿到快递了，我弟弟买的樱桃到了，在这我弟媳给娃买了一箱樱桃。奢侈品呐、啊！五斤装的大樱桃。哎呦，我的手抽筋了，你看，经常这样抽筋，太激动了吗？冰袋，哇哦！哎呀，今天不用帮他们做饭了，做自己吃的就行了。下雨没来干活，这前两天本来说买一点那个鸭胗跟那个鸭心。来做的吃哈，刚好忙没时间那个收拾出来，就一直没做了。今天把它做了，然后又买了半天鸭子来。这个是鸭血，感觉都化了，这几天没做。半天鸭子。扒了一个鸭头，我来收拾出来，中午就做这个菜吃了。这收拾个鸭子，收拾了半个小时，弄得做菜都来不及了。鸭子没熟，晚上吃哈，晚上回来吃哈。中午吃这个梅鱼，昨天还剩了几块鱼没煎，刚好煎给他们吃了。鱼可以吧？我跟你说，吃完饭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，舅妈给你们买的。你俩。不是，你吃完饭我再告诉你。你吃完饭啦？嗯。啊，在冰箱里，那个泡沫箱子里。要洗啊？去拿个小碗装一点洗。你在碎碎念念什么？啊？碎碎念念念什么？我说不想跟自己玩。不想跟谁玩？跟谁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大理思想。干什么？因为他今天欺负我。欺负你啊？嗯。不欺负你，欺负谁呀、啊？我都没欺负他。快点吃饭。悠着点哈，好贵的哈。你舅妈买给你们吃的，上次买的什么？都买一些好东西给你们吃，我都舍不得。上次买的贵的是榴莲。榴莲啊？吃了，你舅妈买的东西要帮舅妈带弟弟哈。为什么没有我？为什么没吃到？你那时候不吃啊？你说好臭啊，都被哥哥吃了。知道臭。这娃都上课去了，把鸭子才做好。